所以哈，以前在骂人家，你知道说什么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知道，换了位置是本来就应该换脑袋。认为换了位置就要尽忠职守，柯文哲改变想法，坦言自己也换了八成的脑袋。市长任期快一半，一路上带领市府团队谈到最重要的用人哲学。同样是乌合之众，进市政府就出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目标没有。这是不是形容要修吧？还是乌合之众？形容团队不再自斟句酌，回顾打选战时的作战模式，进到市府就尝苦头，细数过去的乌合之众，市府爆发出走潮，至今人数早可以组织棒球队，被前老板这么一说，人都走了，还被捅了一刀。对，流浪汉就跟流浪狗组成的部队，还可以打赢，可是进市府就发现不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共同的目标了。所以这也学到一课了。专访字里行间，柯文哲主观认为，如今的北市府新人新气象，新政正要上路。但回顾过去一年半的跌跌撞撞，千错万错，似乎都是前部署的错，领导风格恐怕难以服众。记者陈建安、薛学华、李义璇台北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